巨无霸的大波龙，手臂粗的爬爬虾，能有多快呢？波龙本身的先格子网，我要先把它晕线过去，谁看谁不迷糊啊？看看未完够不？Hello， 我是多多友，你们猜猜我今天来到了哪里？看我这个装扮，很夏天，来猜一猜。没错啊，来到了三亚，来吃一家我朋友跟我说这一家的海鲜很好吃，不会宰外地游客的那种。Let's go。 昨天一到三亚真的吃了好多，今天你们看我这脸几步胖五斤，人好多哟，假日必备冰袖，我可不想待几天回去变成小煤球。八头鲍鱼、芒果螺、中波龙还有皮皮虾，这些都是必吃的。再来个椰子吧，菠萝炒饭，来都来了，日月贝来六个。日月贝不就是咱们说的蒜蓉蒸扇贝吗？还想吃个面，蛋炒面，老规矩，来检查检查。今天就不吃鸡了，我计划明天再去吃一个椰子鸡，其实他们家不贵的，人均100元左右，待会儿咱们吃不完就打包带回酒店，还可以搂一个。第一次来嘛，就想每样都尝一点。来一个大的波龙嘛，可以可以。哇，皮皮虾我要手臂一样粗的。好，谢谢。吃这两个螃蟹我是不过敏的，我吃大闸蟹会过敏，偏活的还会爬的。大的圆贝三个吧，三个。各大生蚝给我来两个，好大哟，好肥美。对，我之前做功课说他们家的。芒果螺是哪一个？对，这个是做芒。我要个大芒吧，一人份就好。可以来一点这个，爆炒，差不多就这些了，价格都标上，很清楚。咱们在师傅烹饪海鲜的过程中，先吃口菠萝炒饭，垫吧垫吧。看看味全够不？好大一份啊！酸酸甜甜的，米粒是带着一点湿度的，软糯口，偶尔的吃到汁水充沛，酸酸甜甜的菠萝丁，粉的腰果脆，后弹的虾仁粒，一口吃下还是蛮丰富的，清香酸甜派的，太好了。你们来四五个人点一份，分量特别顶，炒开手臂跟我奶奶一样好。差点忘了俺是来吃海鲜了，先放旁边，要留点肚子。蛋炒面分量也特别大，再垫吧一口方便面，挺油香的，泡面炒得根根分明的，微微的沁着油，很质朴家常的风味，莫名的吃出了一种温情的感觉。粉着胡萝卜丝、蛋还有菜一起吃，大菜来了，海鲜也都上了。来一道硬货，手臂粗的爬爬虾，谁看谁不迷糊呀。说实话，这是我超大皮皮虾的初体验，用避风塘的一个烹饪方式，小哥帮我处理一下，谢谢你贴心的包虾服务，好开心呀、啊、成倍真的太大了，半颗脸大，还带着黄呢。啊，来了三只，怕囫囵吞枣没吃明白，这个肉特合适我们日常来日料店吃的备注。芝麻你们得吃掉，吃粉丝了，这里的粉丝只能刨不能夹齿，超大一只，这么大颗的扇贝吃起来是享受，好快乐，大新鲜的青野汁又来了，哇，好嘞，谢谢，这才是巨无霸的大波龙，哈哈哈哈，全发财我了，那俺就不客气了。清甜的正香味是给它打辅助的，就是特别的紧致抠弹，清清入口，肉肉掉下来了，特别的爽脆，更忠实于波龙本身的鲜甜滋味，
大师了吧？它的肉一点都不绵不散。来，咱俩吃上这一顿波龙，满血复活。那都是这种碎碎的粉丝，吃起来更入味。过一戳它的屁股，还有肉，粉子好大。谁看谁不迷糊啊？太满足了，特别扎实。钳子大，肉就是好吃。我要幸福的晕眩过去。这个是造型，实用性不大，观赏性极强。谢谢娘娘再给我包皮皮下，眼睛看得快流口水了。都包好了，谢谢。再来一口大的皮皮虾。我以前一直不喜欢吃皮皮虾，原来我没有找到它正确的打开方式。心里默数，一共六个。它是弹脆口的，带着它本身独有的魅力滋味。蜜蜂糖的味道是浮在表层，内里还可以品尝到它的原味，甜香香口。基本一口就能把皮皮虾吃下去的大半。今天的这一顿海鲜，我是真的有点太快乐了。哇，这芒果螺这么大一个，洋葱青红椒爆炒的一个做法，辣椒还是有点威力的，理得很干净，没有死的，肉厚肥美，没有沙子，鲜鲜辣辣的滋味，融合了一点洋葱的鲜甜，真的特别肥润。芒果螺必须要吃大个的，才过瘾，壳也很坚硬，方式。这不应该在开局前吃主食，太后悔了。下面我就真真浅尝浅尝，吃海鲜吃到饱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？幸福的烦恼。咸蛋黄炒蟹，上面咸蛋黄绵密的口感和蟹肉完美的融合，啃食的快乐。表皮的咸蛋黄，细细沙沙，多上一口。最爱的蛏子，每一次在成都的青石桥海鲜市场那边大排档吃，我都要必点蛏子，香辣的一个爆炒做法。喜欢蛏子的口感，就比较容易嚼烂的那一块，肉很大又很厚实，经过高温的爆炒，透着入味。差点忘了，没吃鲍鱼，点了四头鲍，柔嫩中带着一丝的微嚼感，很好嚼烂的那口，上面撒了一些豆豉，淡淡的豆豉风味，融合了蒜蓉的清香。看到大生蚝，我又觉得我还可以，蒜蓉清蒸的一个烹饪方式，温润饱满肥厚，我好美，像是果冻干，特别嫩滑。鲜柔派的，试试好好。香辣鸡尾虾，其实在哪里都可以吃到。我今天就是眼睛大肚皮小，看到啥一激动都给点上了。浅浅的包一吃，香辣味的，有一点像成都那边的味道。干辣椒用大火去炒制而成，所以吃进嘴巴里的虾还带着一股的火气，是吃了虾线的，好评好评。来这里做攻略的时候呢，看到好几位明星也来吃过，味道应该稳了。整体用下来的体验，食材是新鲜的，味道是 OK 的，重点是它个头真的很大，吃起来很过瘾。你们平时都说我的胃口还行嘛，我今天都吃不完这一大桌，分量很实在。这喝完了是吧？嗯，喝完了，好好喝。还又来一口，一定要在炎热的天里喝上这么一大个，冰冰凉凉的椰子汁，清甜又解渴。好了，那今天的三亚第一餐海鲜大餐就吃到这里。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收藏哦。午安，巴卡巴卡。你们来千万别跟我似的哈，能吃多少点多少。我这真属于突然间见到这种那么大个了，没忍住。是我的问题。我是戴了墨镜的。这心情很好。
前方50米向左前方直行。这里真的太好玩了，你们看后面的海。